两名和尚是谁啊？啊，很多人找不出来。他以前跟我讲过，他的父亲呢，就是太平天国时代洪秀全、杨秀清啊、洪秀全、杨秀清，其中他们有几个王啊，有几个王，其中有一个王，这个是比较至今比较严厉的一个王，叫做石达开。大家知道石达开的几首？一王石达开，一王石达开，两名和尚就是石达开的儿子。奇怪，那两名和尚为什么姓张啊？其实那个时候石达开已经过世了，然后那个石达开的这个他有在跟一个人，然后呢生下的小孩就姓那个人的姓。那在其中当然这个师父过去的事情我们就没有那么深的去追究。